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听收看新闻点评，我是 David 郑经纬，非常荣幸又在空中啊跟大家见面的。当然每个礼拜呢，这个一到五都有新闻今日谈，但是礼拜六的新闻点评啊是最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哈。当然不是说没有搭档啊，让我一个人可以从头讲到尾啊。最重要的是我们比较容易呢针对单一的一个新闻的背后啊跟各位做一个分享。那过去呢我们有蛮长一段时间看到中美贸易战中间的这个来来去去啊，不管美国啦，不管中国，我们在每天的新闻今日谈的节目当中呢做了许多的分析，许多的点评，希望大家对于这整个中美贸易战呢有更深层次的了解，而不是仅止于这个台面上啊看到一些新闻的叙述啊，大家看的呢这个迷迷糊糊就糊糊迷迷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搞不懂。那我们这个做节目呢的媒体人呢、啊、就有这个一个义务跟责任，希望把这些事情呢叙述给大家听，让大家呢能够对新闻的事件更加的了解。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沦为像好像上课哈、啊、这个历史老师上课让大家背年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最怕上历史课的原因是因为呢要背年份，一讲到我一九多少年背的那个不背还好，一背年份呢那个兴趣啊就都没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新闻今日谈呢或新闻点评啊就尽量不讲年份啊，这个讲一个这个逻辑或是这个历史的背景跟大家做分享。那大家听完之后呢，将来在看新闻的时候你就什么有观点，有高度，有看法，这个才重要啊。我们不是左右大家，而是什么帮大家啊做一个这个算什么搬运工啊，搬运工哈、啊，这个把一些资讯历史资讯呢再搬回来给大家。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历史，从小到大，对不对？你读归读，因为那时候跟那个新闻事件呢、啊、没有挂钩啊，读过就过了，对不对？那古人的事情啊，对不对？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读一读的历史，就想到那种。这不是老头子的事吗？对不对？我们年轻人不来这套，对不对？啊，读过应付考试就好。可是随着事件的发展，新闻跟历史这个有的时候啊，还真的切割不开。所以每个事件的后面呢，都有历史的背景存在。好，那进入今天的这个新闻点评呢，主要谈的还是不外乎中美贸易战当中的美国政府到底现在。谁在操控美国政府？这样讲啊，政府像一部机器，对不对？我们常讲这个政府就是一个这个运作的机器啊。那总统当然是这个，譬如说像这个机器的这个操纵者啊。那下面当然有内阁啦，有这个体制啊，哈，这个几个部会啊，什么什么这样，大家在一起运作啊，这个国家机器啊，在这里运作。那政府扮演的角色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呢是服务人民嘛，啊，为人民服务啊，这个都一样，反正就是要这个为人大家做事的嘛，对不对啊？因为各个部门都是跟人民接触。那我们常常认为说这个西方民主政治好，这个政府呢跟政党的这个倾向性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举例来说，像纽西兰有国家党有工党，基本上呢就是左右两边，国家党属于这个就是右翼政府啊，那工党呢属于左翼啊，就比较讲社会主义路线，另外一个讲资本主义路线。好，那当然呢生活在纽西兰的朋友都知道，国家党执政呢就发展经济啊，这个比较重商，对不对啊？那到了这个工党执政的时候呢比较重视社会主义啊，这个发福利啊，医疗啦，教育啦，照顾弱势群体啊，这个发展经济呢那个就不归他管，好像啊，好像那个不是他的事一样。所以这个因为他政党属性没办法啊，如果工党呢发展经济那有点奇怪，对不对？那不太像一个左翼的社会主义政党。那你说这个国家党一天到晚发福利啊，狂发福利，那又不太像一个资本主义政党。那当然在美国来看呢，我们今天讲的美国政府，它其实上有民主党跟共和党。那我们讲大家都知道民主党，对不对？就是过去上一届总统奥巴马他们的这个民主党啊，
最重要他们的工作呢就是属于左翼政党啊，比较走社会主义路线，但是没有那么左哈。那这个共和党啊，基本上呢是比较右翼的政党，比较走资本主义路线啊。但是现在的政党呢，它不是很两极的啦，不是像那种什么法国啊、民族阵线、勒庞那种极右翼的，对不对？或是那种什么什么极左翼的，对不对？它基本上呢，现在政党都是，有一点点中间偏右、中间偏左啊那种倾向。好，那在美国政府执政当中呢，这两个政党啊，基本上就经过这个几百年下来嘛，大概就是美国就这两个大党啊，在轮流执政。共和党比如说做两届，那民主党做两届，那但也有过这个政党做了四届哈，这个当然是不同的总统。那现在呢，这个是共和党执政啊，换句话讲，特朗普嘛，共和党。那很多人就在说呢，这个因为我们常常这个在看一些事情啊，当这个事情不透明的时候，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往往就有所谓的阴谋论，对不对？我想大家都听过阴谋论，听多了，对不对？甚至一直有人说呢，当然这是属于阴谋论哈，这个大家姑且听之啊，不要当真哈。说英国王室的成员呢，通通是外星人啊，对不对？还有人说呢，这个其实这个外星人啊，已经呢在这个很多国家啊，这个都已经部署完毕哈。那更有说呢，这个地球其实是平的啊，这个地球不是圆的，是一种阴谋。那更不要说美国登月，对不对？都被人家骂的最多，讲阴谋论的最多就是美国登月啊，那作弊的，在好莱坞摄影棚的，我想大家都听过，甚至连911，大家都说这是美国自导自演，对不对？这个呢，这个 CIA 在一手策划，然后呢，有机会呢，回头去痛揍那些中东国家，对不对？甚至珍珠港事件很多很多啊。当大家对一件事情越不明了的时候，越不清楚的时候，那阴谋论呢就站住脚了，对不对？像马航什么370航班刚刚坠海的时候，什么被美国飞弹打掉的咯，又被什么中国科学家在上面咯，那个哇绘声绘影，甚至于还有被外星人已经接走咯，或者在什么丛林里面发现了370航班的人呢、啊、在那个地方生活，哇，那种阴谋论呢就浮出来，就因为大家找不到马航370航班嘛，对不对？那更不要说什么登月，因为大家都没去啊，就那几个太空人去，所以呢一定好莱坞的摄影棚拍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家说你还分析那个旗子啊飘啊飘，对不对？好，所以阴谋论啊不缺题材，那电影也拍了很多啊，对不对？写小说的人那更喜欢呢、啊、对不对？那多好写，对不对？你想那个肯尼迪被刺，那你随便谁来写，对不对？就像几年前还有一部很有名，什么《魔鬼与天使》《达文西密码》，那个全部都是那种，对不对？写的那个简直是哦，这个整个全世界的政治都被那个什么光明会啊控制啊，怎么样？那大家都不能不信啊，对不对？他举的证据很多啊，像美国那个钞票一块钱钞票上有一个金字塔，金字塔上面有个眼睛，对不对？那大家一看，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已经呢就印证了光明会的标志。各位看，对不对？美国的钞票上面的印出来的是光明会的这个上帝之眼。好，那当然呢，在这种大家越不了解的情况之下，那种担忧、恐惧、阴谋论就浮出了水面。那我们呢就讲到美国政府，有些人说美国政府啊后面呢还有一个啊最高的那种叫做深层政府，照英文字面翻哈，那就是说它是更就高阶的了哈，政府中的政府，对不对？那因为你想看这个决策者，不单单只是特朗普一个人呐、啊，对不对？每天在那边这样抓头皮，哎想一想。那个就开始啊，打中美贸易战啊什么，这后面呢还是有一个这个同样的政府架构在上面，非常的神秘，这些人是都没有曝光的，是谁不知道，对不对？但这些人呢巴拉巴拉讲了，对不对？啊，控制了特朗普像一个傀儡一样坐在台前啊，
在这个把这个世界、啊、做一个新秩序，重新整合，怎么样怎么样？哎，这多有票房啊！你要好莱坞去拍电影啊，保证啊卖个几个亿啊，满座，对不对？因为那个故事没有人能驳斥啊，没有人能驳斥啊。对，我现在如果跟你也讲阴谋论，我讲三个钟头，你保证跟我听三个钟头，然后说嗯，哎，好像跟真的一样，对不对？结果呢，要怎么瞎掰，对不对？阴谋论啊，他就把很多证据收集、收集、收集啊。所以这个美元呢，这个一块钱，你看这个故事啊，大家听久了，这个已经不是新鲜事啊，讲了好久。那美国政府呢，啊，照印还照放，对不对？人家说，如果你要避险，对不对？你就改版，对不对？我换一个版，也不必金字塔，也不必上帝之眼啊。对，我弄个特朗普头像放在那里，那大家就没话说了，对不对？就没有什么阴谋论，只是骂说，哎，你看这个人啊，太脸皮厚了，把自己的头就印在钞票上啊。那一般呢，都要那个再见了以后呢，才能上钞票啊。这个活的不多啊。好，那就讲到美国政治体制有没有深层政府在后面。那当然呢，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建国以来，一直以来呢，它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民主国家。跟我们历史上看到过去西方的那种，如果推个一千年啊，这个甚至两千年也没关系啊，这个政教合一啊，那个在历史上太多了，对不对？那什么英国什么的近代的太多了，政教合一，尤其是这个天主教梵蒂冈对于宗教在欧洲的影响，对政治的影响。那个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太多了，以前所有的皇帝啊，凡事啊，还要去跟那个教廷啊报备啊，对不对？当年的教廷跟今天的各位去梵蒂冈啊，什么旅游啊、参观啊、圣彼得大教堂照相啊，那个完全不一样。当年的教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还有军队。圣殿骑士团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教会军事力量嘛，对不对？圣殿骑士团是什么？这里面的成员啊，都是什么？是就是修士啊、神父啊，他们神职，他们都没有家庭，对不对？他们为了维护圣殿成的骑士团，什么时候出来的呢？十字军东征，而那批人啊，比一般的十字军啊还要凶悍啊，对不对？当然。这个在十字军东征当中呢，类似的这种骑士团呢、啊、很多啊。那圣殿骑士团是最有名的。好，那我们就要稍稍讲一展开讲一下哈。圣殿在哪里？对不对？那可不是梵蒂冈啊，不在意大利啊。那要你讲错了，你要跟他讲说，在圣彼得大教堂。哎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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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圣殿在哪呢？圣殿在耶路撒冷。没错，以色列现在迁都的地方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啊，他耶稣在那边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后来这个升天嘛，那个跟2019嘛，我就西元嘛，对不对？有两千多年前的事。后来呢，当然呢，因为这个就是穆斯林了哈，他们叫异教徒，就打进了耶路撒冷，对不对？就把这个基督徒啊给赶走了。十字军就去东征，征什么呢？就是要抢回来啊，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下次去啊，耶路撒冷啊，大概现在分两区，西区跟东区。东区呢是旧城区，西区呢就非常繁荣啊，一墙之隔，中间有道墙啊，以色列把它建了一个墙，对不对？这边呢。东旧城区啊，大部分还是巴勒斯坦人啊，这个阿拉伯人啊，还有少部分犹太人在这边定居。那西区呢，基本上啊都是犹太人居多。所以耶路撒冷啊，同样一个城市啊，好两极化。西区有轻轨，这个整个城市的建设，什么大家喝的小咖啡，晒着太阳，哦，那感觉太棒。但是东区。垃圾满地啊，什么那个电线挂在那个地方啊，什么车子堵住啊，对不对？那完全非常落后，没人管啊。
但是同样他这里管理权呢、啊、统治权呢、啊、是在以色列的手上。但是这个以色列建国之后，因为六日战争啊什么噼里啪啦打过去嘛，要抢了一大堆哈、啊。那因为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因为耶路撒冷。后来呢，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后来升天啊。那另外在这个穆斯林占领的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的这个阿拉也是从这边升天。那个犹太人还有个犹太教，那也是认为这里呢是圣城，所以犹太人不是有一个常常到耶路撒冷的哭墙啊，戴一个小帽在那边、啊、摸着石头壁，对不对？去过的名人很多啊，什么马云啊还有这个特朗普啊都去那边祷告啊，摸着墙哦在那边祷告啊，那太有名了。如果你是一个这个有信仰的人，一定要去啊，对不对？因为所谓的哭墙是旧的这个圣殿的一部分哈，后来因为就是异教徒嘛，穆斯林进来之后又重建过了几次啊，但是现在在圣殿呢还在哈，但是现在变成清真寺啊，变成穆斯林的清真寺。后来呢，犹太人再回来的时候，这一部分呢就没办法，因为人家已经说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住在。抱歉，就住在这里。那你犹太人说我很久以前就住在这，那你这种东西啊扯不清，对不对？所以最后呢，到现在还是一年到头啊，在那边打打闹闹啊。到了这个穆斯林的斋戒的月份，大量的穆斯林啊就要涌入圣殿，在那个区域啊，那以色列警察就驱赶啊，噼里啪啦就打成一团，对不对？这边抗议，那边的驱赶啊，所以这个影响啊就非常的深远。当然呢，各位知道政教合一啊，我们刚刚把它稍稍展开一下，讲到了这耶路撒冷，这到今天啊，宗教对于这整个影响啊，对人们的影响还是很大，对不对？我想很多人啊有不同的信仰，基督教啊天主教啊另外当然还有佛教、穆斯林，很多宗教都可以去信仰，对不对？但是最重要在这个信仰的过程中呢，每个宗教其实各有点不同啊哈。但是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就是基督教，对不对？对于这整个这个政治的影响啊，历史一页一页的过，对不对？那个政治的影响呢，好像到了大概19世纪啊，这个宗教的这个影响就越来越式微嘛哈。那教宗呢就变成一种精神领袖啊，已经呢不能够插手这个议政啊，什么国事没有了，对不对？那教宗就每天在梵蒂冈啊跟人民大家祝福啊祷告啊，大概就是一种精神领袖，是教友的精神领袖哈。各国政要呢对梵蒂冈也只是就是一个尊敬啊，那教宗讲话大家就爱听不听的那种味道哈。可听可不听啊，不是说爱听不听，可听可不听啊。好，但是呢这个不要忘了，这个除了教宗的影响力少了，可是宗教对政治人物的影响没有减少。尤其各位要知道，美国是一个立国以来啊，他们就是大批的这些当年来自英国的移民啊，他们都有信仰，都有基督教的信仰，中间还有很多清教徒啊来到了美洲大陆。那来到之后呢，大家呢这个精神上因为物质条件很差，对不对？什么这个大自然的那种啊威胁，还有这个原住民啊生活条件那么烂，大家必须靠什么？靠的这个宗教的力量，祷告当中啊寻求力量才能活下去啊，不然你活不下去啊，对不对？因为有信仰的人都知道，譬如说呢摔个跤膝盖摔破了，那一般人会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对不对？但有信仰的人呢会说感谢赞美主啊，没有让我腿摔断了，你看只让我一点点皮肉之伤，对不对？我两三天就痊愈了，要是摔断腿那多严重。所以这个就是有信仰跟没信仰的关系啊，尤其在信仰的过程中呢，更多人呢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觉得一点都不害怕，他非常的勇敢，对不对？因为信仰的力量，这个不是金钱啊，
不是说因为今天呢，我给你钱，你很勇敢，就像那个军人嘛，军人能够拿着枪去冲战场，跟敌人厮杀，他凭的是什么？一个理念嘛，爱国，对不对？绝对不是因为军人的待遇高啊，说你今天打死一个敌人啊，我付你呢200块，没有这种，从来没有过啊。那但军人为什么那么勇敢？玩命啊，军人是玩命的，军人不是在那边啊，好像那个大家什么就比划比划啊，像唱那个戏一样，拿个棍子呜呜挥挥就过了，对不对？或打电油，对不对？那打有点打不死，过来又复活，对不对？真的上战场，那一颗子弹就报销了，没了。那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还要那么勇敢？信念，信念很可怕，对不对？你坚持有信念，有信仰，对不对？爱国，我为了国家，我愿意牺牲性命。那宗教也是一样啊，很多很多基督徒啊，他当年殉道是为什么？就是一个信仰。人家说：“哎，把烧死你啊，什么什么？”哎，我有信仰，不怕，坚持。十字军东征啊，打的也是这种战啊，对不对？但是这一批人呢，来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呢、啊，并没有放弃信仰，同样是赌啊。尤其是现在中南部美国中南部的州啊，有些人叫做什么圣经州，怎么讲？这边的地那个教会的那个影响力啊，各位常常看到有那种洋人的这个频道里面呢，有一些牧师在那边呢传福音啊，台下坐的啊成千上万的人，对不对？那这种美国这种教会啊，就是以牧师为个人为主的教会的影响力啊，尤其在美国南方非常的巨大。这个很有名的这些教会啊，他一个一个一个这个牧师啊，下面都上万个信众。那更不要说他们的这个就是如果要凝聚那种力量还有他们的信念，那是无法挡。当然这些对美国的政治人物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新闻点评，我们一会儿见。各位观众晚安，欢迎回到第二段新闻点评，我是 David 郑经纬。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慢慢让大家了解美国啊，到了今天虽然已经不像当年的中世纪哈，但是受宗教力量的影响还是不在话下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刚刚我们有讲到美国这些移民到后来，这个虽然呢他们并没有做到像所谓政教合一啊，因为美国当初宪法里面有讲明啊，这个宗教是不可以这个介入啊，这个政治不能够有政教合一的情况出现，但是里面没有规定说这个总统或者是这些部长不能有信仰啊，因为他不是无神论国家，他是可以有信仰啊，你爱信什么信什么，你不信也没人管你哈。但是呢，各位要知道，在这个西方呢，这些人呢、啊，我刚刚讲南方啊，他们虽然呢这个是一个宗教信仰，但是呢，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有很多派别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福音派的这个基督徒，福音派的概念呢比较讲就是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叫做末日救赎啊，就是说这个人类啊，这个必须啊最后呢接受这个基督的审判，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明白啊，这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升天，他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换句话讲，这个末日救赎啊，在福音派的理论当中呢，他们是非常的追求，对不对？尤其他们更追求的一种就是团契的概念哈，就是说呢有人把它可能有不同的称呼方法啊，有人叫全时间，有一些人叫团契。它的概念呢就是说这种当然男的弟兄姊妹跟女的弟兄姊妹是分开的哈。那这个男的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呢，是就是一种属灵生活啊，在这个将近一年啊，可能甚至更长的时间当中呢，大家不停的这个在读圣经啊。
读耶稣的话语啊，在做一种这个宗教上精神上的追求。当然呢，这个有信仰的人觉得说这一段的这个全时间的训练呢、啊，对于自己来说呢，属灵生命呢会更有得着哈、啊，跟主耶稣更加的接近。但是在美国啊的福音派里面呢，他们就有人呢、啊、开始属于这怎么样培养未来的政治家。那我们是替政治家服务，政治家是为追求末日救赎的工作在努力。哦，这个一听啊，大家都懂了吧？对不对？这中间是一个捆绑关系哦。它不单单只是像过去我们讲的属灵生活啊，这个信仰的追求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沟通，而是希望透过政治的力量去影响世界的秩序。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哈，因为我们大概回顾一下，在80年代啊，当年呢，这个我们长话短说了，阿富汗呢、啊，这个跟苏联嘛挨着边界，那刚开始就是苏联的附庸国，后来呢，这个经过几次政变之后呢，这个阿南呐、啊，这个当家的时候啊，他们的领导人就说呢，这个要甩脱苏联呐、啊，自己啊要独立的外交政策，啊，就是说，简单的说，我就不听你苏联的了，我要搞我自己的啊，走我自己的道路，因为我阿富汗呢、啊、也是一个还蛮大的国家嘛。那时候是戈尔巴乔夫嘛，啊，就说啊，这个苏联等于是说句不好听啊，这种阿富汗要是搞个甩脱了苏联搞独立，在美苏冷战阶段，那简直就是啊，这个犯大忌，对不对？那其他那些附庸国不都跟着造反？对不对？就派了重兵到阿富汗去，那不是客气的。那派去是怎么派？前前后后派了快10万大军啊，横越边界进入阿富汗，对不对？什么用那个是好几个师啊，有空军，对不对？米格25，还有什么雄鹿啊，这个武装直升机啊，对付阿富汗人啊，那不客气啊，咔打啊，从空中啊丢炸弹啊，什么都来啊，地面坦克啊。那阿富汗人你也知道，那种山区民族能弄到的这个武器呢，都是那种老爷步枪，你怎么跟那个苏军打，对不对？不在一个等级上面。当然呢，这个理论上来讲是这个苏联跟阿富汗之间的事，但是在美国啊，就有这种，就等于算是这个后面的这种宗教的这个影响力够分量的人物啊，就开始慢慢呢，把他们的这个理念呢、啊，影响到了国会，要求美国政府啊，以 CIA 的名义援助阿富汗这个反抗军，对付苏联呐、啊，对不对？就是圣战士，各位一定听过，对不对？后来当然什么911什么那些，我们就不扯远。但怎么开始的？是 CIA 给武器训练。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阿富汗反抗军嘛，对付这个苏联的时候呢，美国刚开始啊，只援助500万哦。可理论上来讲，500万哪够嘛？对不对？你买枪也不够，这个开玩笑吗？对不对？当然后来呢，美国这个因为后面有这种啊，等于宗教的力量不断的希望呢，这些人啊能够去援助阿富汗，因为理论上来讲。这个就觉得阿富汗人不是穆斯林吗？对不对？那个苏联不是无神论吗？干那些福音派什么事？大家觉得说这个听看不懂啊，他们在干嘛呢？结论在哪？因为以色列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的信仰啊，尤其是美国这些福音派里面、啊、很多是犹太人的后裔啊，因为大家他们这些人认为，虽然我不是犹太人，但是呢，我比犹太人，就是以色列，还认为应该恢复圣城，把这耶路撒冷要抢回来啊，对不对？要等待这个神啊，主耶稣啊，重新回来审判生者死者，就是世界末日的这个审判，对不对？终极审判一样，就是要准备好啊。所以以色列呢，在这个点上跟这个阿拉伯世界不都有矛盾吗？对不对？
如果我们能透过比如说巴基斯坦的援助啊，各方面把这个苏联的这种无神论呢给赶走啊，跟这个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呢，这个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呢等于在那边的地理位置的矛盾关系啊会被化解啊，因为最重要把那个焦点移到那头去。所以美国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前前后后投了快什么拨款的2亿多援助阿富汗的反抗军，买什么东西呢？来对付苏联。最有名的不是重装备啊，不什么大炮坦克啊，因为那种山区嘛，对不对？你想那种阿富汗人原来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就是非正规军，算游击队，所以 CIA 呢最快的方法训练他们用毒针飞弹，有人叫针刺飞弹，就是类似啊 单兵操作的防空飞弹，有效范围啊4公里远，4公里高，在这个空域当中啊，因为它是热追踪，我只要看到那个直升机，我差不多我一扣它咻蹦就给你打掉，我瞄不准差一点它也打。那刚开始啊苏联的那些直升机啊对付阿富汗的村民啊就像大象踩蚂蚁啊，咔咔咔咔咔打啊，对不对？后来有了这个毒针飞弹，一年打你个20-30架，打到后来坦克车也打，飞机也打，对不对？战斗机啊，米格25打，对不对？这个雄鹿这个战斗直升机打，打到最后怎么办？苏联压力太大了，搞不过啊，因为这些阿富汗人啊，这个看到正规军来了，对不对？大家把武器一藏，牵个驴子，在那边说：“哎，我是平民啊，对不对？”那苏联人气到节点上，你知道曾经怎么样？知道。你们反抗军在这村子，把这村子所有男人都抓来绑起来，在村子中间站好，站好干嘛？坦克车开过去给我撵了，告诉大家反抗苏联的下场就这样。你想想看，那些人还不给你弄到底吧。好，这个美国偷偷援助了，对不对？不能让别人知道，透过以色列的军火商啊，然后埃及啊，还有巴基斯坦各方面啊，把这些这个美国出的钱啊，买的这些啊武器啊，怎么就送进去给这些圣战士啊，训练他们，对不对？打游击战怎么打？你要站的地方怎么设？怎么操作？对不对？都教完了，仗打完了，那1985年苏联撤军了。不得已啊，打到最后没办法了，走人啊，前前后后打了9年，这个苏联脸丢大了，对不对？走了。好，那当然在这个节点上呢，就看出来这个阿富汗啊赢了，对不对？把这个苏联赶走了。可是回过头来啊，美国呢就犯了一个大问题啊，帮没有帮到底，对不对？阿富汗后来还有很多问题啊。演变到最后还打阿富汗战争什么，这个就有的就看得出来，这个有的时候处理国际事务啊，你不是呢这个一次解决不了，面譬如说你阿富汗战争结束了，成年人打得差不多没了，对不对？这些小孩子啊，他们始终认为啊是他爸爸哥哥兄长为了对付苏联牺牲性命，他们不会感谢美国人啊，他们根本不知道美国人在后面出钱，因为美国出这个钱哦是秘密的，对不对？不能引起当初不能让这个苏联知道，要是你太嚣张，苏联就说你看你美国跟我对着干，我跟你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不对？绕的弯，这边给钱那边给钱，对不对？好像是什么巴基斯坦，好像是埃及帮助了圣战士阿富汗打苏联，实际上是什么？美国出钱啊，以色列去买武器啊，往那边大家递，对不对？听起来好搞笑，以色列跟埃及还不对盘呢、啊。但是在那时候，这些福音派呢，就是这种他们在重整世界秩序啊，这是一个案例，就看得出来呢，他们足够影响到国会议员。那有些人就问啊，哎，国会议员又不是吃素的，这几个那个教会的人上来讲，他们就听啊？哦，那可不是啊。各位要知道，美国的政治啊，最现实的一件事，就是每4年呢、啊，就明年嘛，要大选了。这个选举是要命的哈、啊。
理论上来讲呢，美国政治人物啊，这个上任四年，前三年呢还像个人啊，第四年呢就不是人了。为什么？2020年一开春啊，就过完年啦、啊，对不对？这个雪也化了、啊，要开始什么？党内初选提名。我们常常看总统，可是各位别忘了，每一个州啊，还有选区啊，那也要拼搏啊，党提名我啊，对不对？常常一个选区啊，一个党的这个候选人啊，有15个争一个位置提名，提名出来再跟对方厮杀。哎，你想看你这一年还能过吗？对，这一年就在拼啊，拼选举，对不对？议员搞选区，总统搞全国，就一样啊。那要什么？要钱，对不对？要票。那谁有钱谁有票？我刚刚讲的那种几万人的教会嘛，对不对？如果今天你在这个州，你跟这个教会理念一致，教会说什么你都支持他，对不对？说句不好听，就是福音派的话，他叫你打阿富汗战争，要你这个要你那个，你要不要去选举？不用说，钱就到位了，教友捐款啊，对不对？要票。牧师说一句话，这个议员啊是我们教会的好朋友，不要多了就够了，就我们有10000个教友，大概你就10000票，这肯定的。所以你不要低估这些宗教信仰的这些人对政治的影响，那非常的明显跟巨大。各位要知道，在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前呢、啊，是这个奥巴马，他是民主党，对不对？民主党的人呢、啊，跟福音派不对盘的了，因为福音派呢是比较保守的，比如说反堕胎，对不对？反同性恋啊、哦，光这两个呢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我就不要多说了啊，那更不要说什么大麻合法，那简直是这乱来乱来乱来，对不对？但是呢，民主党就觉得说这是进步的象征啊，对不对？堕胎合法，对不对？同性恋合法啊，吸大麻合法，对不对？那各有不同啊。好，那呢，奥巴马在8年，这个福音派、啊、郁闷了8年，对不对？好不容易呢，这个奥巴马2届到了，非回家不可。那这个各位知道，2016年哦，这个特朗普啊，理论上呢，这个他应该不太能选得上，但是在那一次整个美国这种福音派的支持之下，特朗普啊就上了，对不对？有些人就说，可是不对啊，特朗普离婚3次，对不对？没事呢，看的那些女生呢，讲话都是那种，就是说句不好听，挺俗的啦，对不对？为什么？那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应该是这道德标准很高啊，怎么会支持这种人呢？当总统？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常讲，有时候会讲这个人呢、啊，他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这个福音派的人呢，认为呢，像特朗普是神所拣选的，他。人都会犯错嘛，所以你要赎罪嘛，对不对？你像天主教，大家都知道有个告解的房间，对不对？很多人去告解啊，主耶稣啊，天主啊，我犯错了。那神父在那边听完啊、你就祷告嘛，求赎罪嘛，对不对？那他们认为呢，这个人嘛，他不是神嘛，所以特朗普呢 ，OK 啊 ，OK 啊，结婚3次 ，OK 啊，能接受。各位要知道。以前没有，现在最近啊，特朗普执政，在开内阁会议的时候，先祷告。那现在谁带着祷告呢？拿着圣经，那个人叫国务卿蓬佩奥，念的最大声的是副总统彭斯。哎，这个全部都是啊，都是福音派的，对不对？尤其是蓬佩奥，听说是在整个内阁当中啊，信仰最坚定的。那彭斯也是啊，对不对？特朗普哦，经常呢要在什么早餐祷告会，这个在西方最多的，就早上7点大家吃早饭啊。那我们可能还是睡觉，他们在那什么早餐祷告会，尤其在华盛顿，常常有这种早餐祷告会啊。那个不是大家只是吃吃饭啊，哈拉一下，
那个中间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啊，都在那个地方。那这些人很低调，对不对？他们在政治上有影响力。后面还有大金主啊，有一些是大金主啊，对不对？所以很多早餐会啊，这个常常要去啊，知道了哈。如果你要从政，那纽西兰有早餐会，你要去。万一是祷告的哦，那更要去啊。如果你有信仰啊，很好啊。所以这个政治跟宗教呢，在美国啊是没有办法分开。当然，特朗普走的这种路线啊，到底这个福音派是为了真的要拯救世界吗？还是妨害整个世界的进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继续新闻点评。我们一会儿见。各位观众晚安，欢迎回到第三段新闻点评，我是 David 郑经纬。在今天的新闻点评当中呢，我们跟各位用一个这个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让大家了解美国政府上面的深层政府谁在统治美国。当然呢，这个并不是阴谋论哈，这个只是用一种宗教的角度，我们再看现在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哦，那我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啊，这个受洗啊，有这个信仰。经过那么多年，当然呢，我觉得宗教的力量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身边周遭有很多朋友有不同的信仰，有信佛教的，有穆斯林的，有各式各样的啊。我更认为呢，这个所有的宗教呢，它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一种包容与爱啊。但是我想，这个基督耶稣啊，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去这个等于殉道，他其实最重要的追求就是一种爱的体现。那我们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信仰，爱与包容这一个原则性的关键是不能改变的，对不对？我们也希望呢，这个任何人呢，大家都有一种爱心，能够去包容别人啊，接纳别人哦。那你今天或许你没有信仰，那你应该啊，任何宗教哦，我不强迫大家一定要去一定要信什么教哈，但是你可以去接触，去理解啊，或许你可能在佛教啊，你有一些啊，追求到了哈，能够有感觉啊，甚至呢，你可能在穆斯林的这个伊斯兰教当中呢，也找到了你的信仰的这个最重要的精髓啊。当然，也可能在基督教当中呢，发现啊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就讲到，任何的基督徒呢，最正确的基督徒，并不是用你的力量去影响别人、改变世界，对不对？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能够彰显基督徒的生命啊，就是包容与爱。当然，今天呢，美国这些这个福音派的信仰，他们已经啊，大概是跨过了一步，认为呢，我要把我的爱变成大爱，甚至去影响政治人物呢，去改变世界。这个当然呢，这个因为教派那么多，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我并不认同啊，这种做法是对的，因为呢，真正的包容与爱不是去重整世界秩序，对不对？因为神才能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希望透过新闻点评呢，我们谈到了一个比较深奥一点的宗教问题。在这里啊，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这个立场，说绝对是哪个教不好，哪个宗教很好，只是希望大家不管怎么样，我们心中永远有包容与爱。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各位啊，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给我们那么多的支持。我们的点击呢不断的累积，已经超过了20,000，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希望各位看完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按个赞，给我们更多的鼓励，给我们更多的支持，让我们有前进的动力。你的包容与爱，我们节目能做得更好。谢谢各位，我们下周准时空中再见，拜拜。